什么？从今以后，绝对不会来探访我，绝对不会写信给我。也许这是我们唯一而最后的承诺，是真的吗？那些经过，是真的吗？这样结果，我曾否亲吻过你那温柔的轮廓？最华丽的泡沫，是你太喜欢寂寞，还是感情经不起折磨？再见以后，是天长地久的沉默。是真的吗？那些经过，是真的吗？这样结果，我曾否亲吻过你那温柔的轮廓？是不是一遇就到我最华丽的泡沫？是你太喜欢寂寞，还是感情经不起折磨？